来玩这款游戏，密啊，海外服推出了。可以选男选女，我们选妹子吧。有发型，好啦，他这个发型其实还蛮好看的。那这样有没有像缥缈群像的那种氛围啊？好像有耶。好啦，我们用原本的吧，因为原本他这样搭配就蛮不错的。手机啊，三叶草，用这个吧，这个比较像 iPhone 是不是？好，这是铃声嘛 ？Go， 走吧，可爱的妹子。带我去参观这个世界。哇 ，this really is a whole other world。哦，用手机看是真的很不错的，因为它是满版的，这种满版的非常好的。连这个也要拍？哎呀，他是今天的日期，7月7号。嗨起来了！这个有战斗吗？有的话，很酷的。原来不是单纯的社交，它是异世界生活哎。哼，很酷哎。哦，这边。打 boss 啊！战斗非常不错的。之前有一款直向的《盾之勇者成名录》啊。那款画面就做得不行了，这款完全是可以的。啊，这是我设定的铃声。Are you okay? You're not hurt. Are you okay? Oh, thank you. I'll be there. I've only been already, so let's head back. 铃声。I was right about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fun. 哦，这边人太多了，太卡了，要求我。可以跟他击掌。这些应该都是玩家啦，社交就这样，哎，击掌击掌。我现在有4个爱心了，
这些能帮我做些什么事情呢？商店对话，购物车。啊，这边是花钱的地方。啊，有中文的话再来考虑吧。这个英文的就随意玩玩就行了。哦，其他地方哦，有人集赞集了900多次嘞。他怎么急的啊？收集这样子不会累吗？来吧，我们看一下其他地方，去人少一点的好了。萤火，这边有戏吗？好像没戏耶，这里。Dog， 狗狗。那其实虽然是社交游戏哦，但是我觉得它能触碰的项目有点少，这些点一点他们也没什么反应了、啊。但我觉得开发的创意是好的、哦，好，所以如果按照它这种方向不断去优化就行了。到目前为止只有遇到一场战斗，那接下来稍微探索一下吧。好像可以进去吗？不能进去。这个地方好像锁住了，哎，可以进来吗？新的地区啊，这边可以买东西耶。What's to like about somewhere loud and crowded? 武器还没有开启，好吧，就简短体验到这里吧。其实就是一款社交游戏啦，那玩法啦、啊，还是会有一些战斗的。影片不然就先玩到这里吧，等未来有繁体中文再来好好的研究一下。目前来看，就比较难理解了。大家拜拜。Dream.